最大遗憾，最大遗憾就是冠军拿少了，奖金有点少，离我买房的目标又遥不可及，越来越遥不可及了。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进季后赛吧。没有拿到 OC 总冠军吧。最心疼的选手应该是达拉斯的菲尔里斯吧，我觉得温斯玩的很厉害。我比较觉得不好说。这也是。Yaki 吧，就是之前我闪光的打法都是那种特别莽，就基本上就是一换一嘛。然后就看了他的比赛，还有看他的直播之后，就打法跟他很像的。现在死得很少。理解共吧，我觉得他锤妹跟我打训练赛都偷我的打法的。给我上海龙能夺冠有我一半功劳吧，他在狂偷我打法，我受不了了。还好我今年上来了，他没在地方偷了。为的吧，我觉得他也偷你东西。为的遇见了我，他之前没有遇见我，他就没拿冠军。自从他遇见在线下比赛遇见了我，我跟他拍了个照片，他拿了冠军。我觉得是我给他加持了这股力量。今天对我来说，我觉得最难忘的比赛应该是在主场的时候对阵成都队吧，因为当时我们也差一点输掉了，应该也是挺侥幸的吧。如果当时输掉的话，我应该会很难过，但最后还是赢下来了。可能最难忘的就是当时用回声3-0带走了上海龙吧，可能常规赛那是最难忘的一场比赛了。如果温顺的谢普头能改成跳跃。像原始一样击杀或助攻的话，会刷新线粉，我觉得会更好。我希望他能给我创造一个领域展开的英雄，我能在里面三个战神进行的一对一。神威甲可以封裂，就给个甲出去，旁边50码之内的人全给吃到甲。1万送人300伤害吗？我希望有更多的主场比赛吧，主客场比赛，想去更多的城市或者国家之类的。中国的话，成都和广州我都挺想去的，因为这两个地方我还没有打过客场比赛了，也杭州和上海已经打过了。国家的话，挺想去欧洲吧，我想去挺想去欧洲比赛的，因为欧洲我完全没有去过。希望能多办点线下吧，因为我还没有体验过那种在线下打比赛的感觉。然后也希望能跟西部的那些队伍去打一打，因为里边。有一些就关系比较好的朋友，想跟他们碰一碰。这样子让成都航场，因为现在就只有他们是有国人主辅的，把他们干了，我身价就最高的了。目前最想跟郑东队的 Popper 碰一碰，我觉得他很厉害，他的闪光，因为我就也经常看他直播嘛，就也学了很多。想跟他碰一碰。我当初啊，大火大卖，我当初 L 联赛看的人越来越多，办的越来越好，杭州 Spark 线下场场爆满。我给你多发点工资。然后是的，然后周边啊什么的都多大卖，然后多给我开点鉴赏。我的新年愿望再长高10厘米吧，然后银行卡再加个零，然后我说点后面加个零还是不变的呀？那肯定天天不是想说点、啊，天天大鱼大肉吧。新年我希望明年成绩会变好吧。个人愿望，我个人愿望就希望对我成绩变好。我就希望我能长年百岁，多多赚钱。我的愿望是能拿下明年的最佳新秀。我打算去玉龙雪山，跟我朋友吧。跟我吗？我可以吗？你请我，我就陪你。那我不行，那你滚吧。可能我就最想的就是先把我的一门之计测试好吧。那你觉得你跟雪山哪个能先考出驾照？
他都挂过一次了，应该都不用我多说他。我选择徐秋林，因为徐秋林粉丝最多，热度最高，可以蹭他蹭他热度，然后这样才可以让 OWL 大卖大火。张杰吧，我跟张杰比起来，我还是比他高的。我选吴耿拓吧，他比较有趣，比较幽默，比较胖。我选马总，因为我是马总的狗。太骚了，全身都是妈的骚味。可能年纪比较小吧，然后学习能力比较快，对，然后从18岁身上看到了曾经的自己。怎么说呢？很准，但是玩闪光一直被爆。哎，菠萝吧，菠萝比较乖，比较听话，基本上让他干嘛还干嘛，他也不会说不。感觉菠萝的 C 位水平的话，应该只有死神、黑影、法器三个没有我厉害，其他应该比我厉害了。只能说5000分法级确实猛。我知道大家最近应该都刚考完研，大家应该心里会很忐忑。不过我最近也参加了一场考试，就是科目2，我挂了。为什么挂了？是因为我把我的运气给了你们，所以一定会考成功的。然后新年呢，祝大家早日上500强，上大分。祝屏幕前的粉丝们延年益寿，早睡早起，天天收礼。祝粉丝们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，多收红包，多看直播，多送礼物，谢谢。祝屏幕前的粉丝们新的一年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上带分，然后多来我直播间替我唱歌。祝大家明年的收入就是这条视频的点赞数，然后大家明年可以延年益寿的数量呢是评论的数量。然后再祝大家多赚点钱，然后给我多上点舰长。